姐，你偌久无食饭啊？彰化和美叶家三兄弟个个皮包骨，住在简陋的屋里，家徒四壁，潮湿壁癌不说，大哥上周被发现时，人还已经晕了过去，被盖上毛毯，紧急送医。不幸的是，两天后他因为营养不良、免疫力不良，引发肺炎，产生菌血症，最后变成败血症，多重性器官衰竭死亡。救人弟弟啊！你看这骨，这拢骨嘞！叶家三兄弟平时相依为命，过去靠着老二打零工，每个月15000薪水和补助度日。疫情影响，顿时收入，小弟又弱势，无法工作。三人名下因为有房产，也无法申请低收入户。兄弟三人三餐不济，受到肋骨清晰可见，令人不舍。消息传开，引发关注。有人买来物资帮他们把冰箱塞满，还有人出钱找自助餐店要免费供餐一年。各界纷纷伸出援手，没想到大哥的身体再也撑不下去。三兄弟剩两手足，慈善团体不忍他们的处境，前往协助清扫家园。县府表示，待老三出院后，将转介到社福机构安置，也将辅导老二找工作，让他能够自力更生。记者陈世伟、韩志兴、王世涵，彰化报道。想与病毒共存的话，当然要必须要配套啊。所以呢，用旺旺水神来防疫，有效能够保护您、保护自己、保护家人。防疫不能等，请赶快上快点购。买的时候记得呢，输入呢秀秀的推荐代码 CTI 666 CTI 666，希望大家做好防疫。